即个修罗哦，是刻有神牛年，是民国十年的时代啦。哦，啊，因为藏伫咱的个姓邓哦，石家庄哦，迄个即主罗哦，啊，刻有流失哩。啊，最近哦，买着伫即即个叫做高雄迄个姓。高先生，伊专门咧收藏古物，啊，伫网站有看到，啊，甲买起来，结果伊心内足艰苦的，啊，所以咧，安尼拢袂困眠，啊来请示家己，因为咱只有写是家己，家己随家己随情况的家己情况表啊，哦，因为随情况就是公事公铁方的，诶，然后是家方，哦，即个随情况，哦，啊，所以咧。伊阿一边困去，来家己上个庙，哦，来甲话背，讲是毋是？哎，这物归原主，啊，今仔日很荣幸，哦，啊，咱上个庙得找到一个宝，哦，这啊，我是只顺便呼唤，哦，各位啊，这信众啊，有有关上爷公的文物，哦，也有这消息，咱报一个，哦，啊，阮派人去接洽。哦，找回咱家己上庙所有的古文物。